我叫戴文琪，今年4岁半了。今天我是和我的好朋友米奇和爸爸一起来的，大家都叫我小车车，我觉得有点烦，因为我想要叫小香香。下面欢迎米奇和爸爸。小车车，我们要加油！嗨，好可爱！我觉得有点搞笑。你觉得谁有点搞笑啊？我觉得啊，你是说灯啊？不对，天花板。对，你都看哪儿去了呀？来，你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啊。你怎么看就像男孩了？哎呦天哪！哦，你知道，你认识我吧？我认识。这是谁呀？你嘲笑我啊？没有。哎，那你认识我吧？认识。我是谁？我不是谁。哦。你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啊？是我爸爸。波波老师好。哎，你爸爸怎么是男的呢？你介绍一下。我叫戴晶，他叫戴文琪，我今年32岁。哎，来自江西南昌。南昌？哦，我你这个好小，你小的我看都看不清楚，你太小了。姐姐，太搞笑了。这是他的口头禅语了。那个爸爸来介绍一下你这个宝贝女儿。怎么回事？她的小名叫小臭臭。小臭臭。小臭臭。对。但是没有谁是大臭臭啊。你长大了嘛就变成大臭臭。搞笑。我看出来了，今天琪琪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不对。那你是来干嘛的？我是来唱歌的。哦，你来唱歌的。你今天是带着爸爸和你的米奇一起来唱歌的吗？对。你想跟我们唱什么歌呢？你是太阳，我是星星。哦，我是太阳，你是星星。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你，好好唱好不好？可以。加油。加油。好。乖乖的，别淘气。太阳爸爸，我爱你。我会给你甜和蜜。你要珍惜你的身体。我们要永远幸福开心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哦，他的音很准，很准。小臭臭，好好听。谢谢谢谢。这个歌我以前都没有听过，是你原创吗？对，是我自己写的。自己写的。对。词曲都是自己。对。厉害了不起的爸爸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小臭臭，刚才歌我们也唱完啦，唱得特别好听。阿姨问你，那你今天有什么梦想呢？就是为了去香港迪士尼。哦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去香港迪士尼哦。那你就让爸爸和妈妈一起带你去呗。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。飞机飞那么高，为什么不撞星星？
飞机什么？飞机飞那么高，为什么不撞星星？对啊，这小孩子弄得我已经无厘头了。波波老师，我知道飞机飞那么高，为什么撞不到星星？为什么？因为星星会闪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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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。想啊，今天来是为了女儿的梦想，还是今天是这样的，我是爸爸带着女儿一个大梦想，带着一个小梦想来的。那爸爸说说你的大梦想。我大梦想是呢，因为我们4月25号呢在江西南昌有一场音乐会，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叫做关注孩子，关注留守儿童的这么一个音乐会，我就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呢，像让一些这个明星或者是有爱心的人士一起来参与，啊，我们的梦想是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我们演唱会中间来，就是他希望能够有公众人物或者是明星能够加盟到，以他们的方式，嗯，尽可能的。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加助力他们那一场音乐会。今天就是你和你女儿两个人来的吗？妈妈也来了。妈妈为什么不出来呢？妈妈呢？你想妈妈吗？想。你想不想妈妈？想见妈妈吗？想。来，有请臭妈上场。欢迎妈妈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们一家今天来是希望在这里能够呼吁许多公众人物、明星能够支持你们4月25号的那场关注留守儿童的音乐会。因为我们经常会下到这个我们的县城啊，或者是一些乡下呀、去看一些孩子，因为那里特别很穷，比较穷。你去过南昌，你知道比较穷的地方。我去过，我还去过那边的民工子弟学校。对，因为所以我们会经常去看他们，去他们家里去看，有时候看到确实觉得我们。比较幸福，他们比较不是过得不是很好。我们如果去经历过这种场面和这种生活，我们一定会被打动，也一定会感动。我们先感谢爸爸妈妈，包括我们的小臭臭，你一家人的爱心。我们也祝愿你们能够梦想成真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。来，一家人一起向梦想迈进，让梦想照亮现实。我看看有没有人对4月25号的事情，我们的网站啊，我们的这边一个两个，好，请讲。臭臭一家，你们好。我们虽然不是明星，但是我们有一颗公益心，因为你们是关注留守儿童，我们希望参与到你们4月25号包括之后的活动中去。然后我们那个中国梦想助力基金是想通过5万的物资去帮助那些留守儿童。这个明星的事我们可能出不了力，但是我们有这份爱心，想帮你们继续下去，延续下去。对，5万的物资送到留守儿童的手里面。谢谢，谢谢孟之兰的爱心。谢谢，谢谢。波波，波波老师到。刚才他们说的这个事啊，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触。我他这种关爱之心，我们企业也愿意从我们的雅迪梦想基金用5万购买物资送给留守儿童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稍等，请讲。新浪微博微公益愿意联合浙江卫视梦想秀，还有你们，就是一起在这个你4月25号演唱会之前发布一个公益项目，大概募集5万块钱，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事情。对，嗯，好，谢谢，新浪微博微公益，谢谢，请讲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我们会在那个你们的门票上面解决一部分的压力，大概我们会拿出3万块的现金去购买你们的门票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其实宣传这一块包括我们的 PC 端、我们的网易手机客户端都会帮你们去做宣传，来做好这个公益事业，加入到你们的阵营。嗯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网易。这边哦，你好，徐兄，我来帮你翻译，不要紧的，你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我代表中国香港去捐助15万块的物资，分三年给的，不过分三年，是吧？每年5万，4月25号第一次的5万是。
你们要超过240票，这些赞助即刻启动。如果没超过，那就希望你们在梦想的道路上继续坚持，继续前行。祝你们好运，好心的家庭。谢谢。准备投票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你们也能够非常的快乐，谢谢你们，美妙的音乐送给你们，祝你们永远幸福。看见你的时候，小臭臭，希望我们的助力能帮助你们全家的演唱会顺利进行，也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大家有梦的人一定要记得来，加油！